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15号，星期五，农历是4月23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你看，师傅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请讲。听得到吗？请讲。嗯。今天有几个问题。嗯，师傅，我们佛台，我们的法门的佛台在天上会有那种，就是那种。观世音菩萨从天上看的佛台会是什么样？像身体一样吗？好，看得到，菩萨看得很清楚的呀。嗯。哦哦。嗯。什么样子呢？非常清楚，就是一个个光啊，一个个佛台嘛，就是一个光啊，光环呀。再朝里边看嘛，就看到你们佛台里边的样子了呀。哦。嗯、哦，那你像我们的信众有1000多万，啊、那早上8点上香的时候，全都是都光。帮了是吧？一看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对对对，嗯，好，嗯，啊好，好，啊、就是说，以前有个人做梦，他梦到设心灵法门的牌能到28层天，嗯，这个28层天是能成吗？请问这个问题。到28层天是吧？嗯，超过了，而天上的天，它只是还是在6道当中呀。心灵法门的那个心灵净土，它已经超出6道了呀。它跟那个西方净土，它在西方净土的后面呀。嗯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嗯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：不信佛的家人，托家人的名义给师傅放生，会不会加速佛缘呢？师傅，哦，会的，这个都会的。你叫他去做任何。布施的事情啊，他都跟佛性可以接上善缘的呀。但是他那个会不会我师父背业呢？师父这个问题。哦、这个应该不会背业的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好，谢谢师父的。但是、嗯、师父为什么说祖坟对后代有影响呢？啊，这个很简单的、啊，过去我们讲的这个一个人的。其实祖就是我们的过去呀、啊，过去呀、啊。你比方说我们的祖上对我们有影响不啦、嗯？比方说我问你，那中国的古代的孔孟之道，它是不是对我们后代有影响了？想、嗯、明白了不啦？有影响不啦？有影响的话，那么你祖上的坟风水放得好，嗯、你说当然对人也有影响的呀。啊，那师傅，那把它抄到天上去啊。抄到天上去之后当然好了，你把亡人抄到天上去的话对你自己有好处的呀，他可以庇应你的呀。哦，你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他、啊、如果在轨道呢，师傅这个问题，祖坟对后代的影响呢，师傅这个问题。那当然有影响了，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，你家里有个人在监狱好不啦？那、嗯、不好啊。啊，这对了，听得懂不啦？你到轨道不就是等于到监狱一样啊？哎、懂了，听到。哎。你家里有一个人在上面，那你当然对你家里全家都沾光啊，都有好处啊。那是否如果亡人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超脱6道呢，对不对？有影响有多大呢？那当然全部有影响呀。超脱6道的话、嗯、你的自己至少说你的自己的子孙啊，你的后代啊，都受到庇应的、嗯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连、哦观世音菩萨，你家里供的菩萨，菩萨都会保佑你，何况你家里的人呢？对不对啊？你就说说看，佛陀的孩子呢，哦、对不对？有庇应不啦？对不对啊？有庇应，有庇应。啊，罗侯罗菩萨，罗侯罗他也、啊、佛了，他也成佛了，对不对啊？哎、啊，怎么会没庇应、啊？当然有庇应了。嗯，所以你们是师父的孩子，当然你们自己。学佛各方面也会有庇应的呀，那你做了弟子之后、啊、对对，你做了弟子和不做弟子当然不一样了。哎呀，师傅不一样，你不知道、哎、观世音菩萨和师傅帮了我们多少，只是我们凡人有时看不到。哎呀，对呀，是真是这样，师傅。对呀，就是这样的呀。嗯嗯，好，师傅的慈悲开示，师傅，那个
这个人是个操心的命，他是来还债的吗？啊，基本上都是来还债的，什么事情都放不下，哦，这个就是来还债的呀。嗯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嗯，师傅，有的人身上长肿瘤吗？这个肿瘤也与血液有关呢，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这个肿瘤。肿瘤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不正常，它到了一定到血管的一定的位置，每一次到这个位置它都会对你的血管啊，对你的机体的某一个部位啊，都会产生啊一种冲击啊，我们说脉冲啊一样。比方说你这个油不好，对不对啊，你到了这个阴茎这个地方，和你的比方说啊那个很多的 Fiat 啊，就是过滤器啊这种地方，你的油不干净的话，那你就会对你产生不好的东西啊。那么你长期的老走血液老走到这个位置上就不好不好，时间长了嘛，那么你这个地方就开始慢慢的滋生一些不好的东西。所以肿瘤是什么呢？肿瘤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说的血液细胞不平均呀，不均衡呀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不均衡，哦，不均衡之后呢，细胞源产生变化。哦，那也与灵性有关吗，师傅？这个问题啊，它的灵性就是搞你的呀。你按照正常的生理上来讲，你就细胞不受控制呀，细胞分裂呀，听得懂吗？哦，细胞分裂之后，血液跟淋巴系统它就扩散到周围的组织当中呀，所以它的肿瘤就形成了呀。举个简单例子好吧，你脸上不是有个疙瘩吗？肿起来了，那怎么会肿起来了？其他地方不长，为什么这个地方长了？因为这个地方的血液，血液细胞不受控制呀，啊，它就是这样的呀。哦，啊，它不受控制之后，我刚刚讲的呀，从它的淋巴系统扩散到它周围的组织，那么不运作，它就慢慢的拱起来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吃穿心莲可以吗？这个可以，可以。要早，太晚了也不行，要早。哦。哎，穿心莲要吃的时候，要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，哎，有点热了，身体一吃它就消了。啊，很多瘤嘛，就是你一直长，不管它，越长越大呀，它就这样的呀。嗯。血液细胞组织分泌不均匀，哦，谢谢师傅。啊，它就会在身体上长出肿块呀，啊。所以很多人不懂。那么你说从灵界上来讲，哦，那个灵性老在你这块地方，它就长出来了呀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它在老在你这个地方。肿瘤的怎么越来越啊，越来越大嘛？就是因为你它灵性在你身上多呀。你比方说，一个鱼的灵性，它如果站在你身体上哪个部位，师父看到了啊，在你肚子上，你肚子上你不是息肉就长出来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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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是，啊，长在你的肠根组上。那师父，那与杀生有很大的关系了，师父。100%的，杀生的人一定会，哎，杀生的人，他这个灵性粘在你身上甩都甩不掉的。任何的人灵性粘上你了，嗯，你逃都逃不掉的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我有梦到观世音菩萨给了一件七彩披肩，类似绒线手工，是吧，师傅？这个这是好的呀，菩萨在给你加持呀，这还不懂加持呀？那这件那一般给他一个七彩披肩，类似绒线手工。对呀，啊，那就是加持啊，七彩嘛就是七彩光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哎呀，啊，这么好，好的不得了了，嗯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好，谢谢师傅的，嗯，师傅，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佛友想设佛台，但是呢，她老公遇到一个通灵人，通灵人说不能设佛台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佛台就设不成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通灵人说不能设佛台，哎呀，你说多可惜啊，师傅，怎么去解决呢这个问题？怎么解决问题啊？说明他家里有业障啊，他佛台设不起来嘛，家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总是他自己的因呀啊。他家里灵性多，你说灵性多的人会让你设佛台不啦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对不对啊？你要叫个警察到家里来做客，是你家里的亲人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家里都是一窝都是流氓，你说你叫警察来，他们会叫他来不啦？哎，听不懂啊啊。
啊，听得懂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为汝恩师慈父诚心念诵大悲咒点一番业障，那这里是尊师重道了，是这样吗师父？对，这完全正确。对对，那师父为汝恩师慈父诚心放生一条鱼，祈求他法体安康，长久住世，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，点几番业障呢师父？这个问题再试一下吧。这是你讲的。啊，是这个就是菩萨没讲过的话，我们不要去不要去自己想。你比方说你为师父放生哪怕一条鱼，这是代表你的心呀，因为你的心一个是尊师重道，第二你让师父常住在世的话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你说你这个功德大不大了？嗯，当然大了。好了，好了，那不一样的呀，那概念不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这是是，嗯，有的人懂皮重要轻重，师傅您谦虚不说，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下一个，他说认真读诵白话佛法，减两番业障。这里的认真读诵白话佛法是一篇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您认真开始一下，不管一篇、两篇、三篇，认真。就是非常仔细，非常一个字不漏的去做，那就是认真呀。好吧。认真。这个认真你们应该都懂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对对对对。那师父分享佛言佛语，减两份业障，同时增一番智慧。这里的分享是法布施吗？对。还是师父您开始一下。分享就是师父大家一起分享呀，有的人在网上分享，有的人在公修会上分享，全部都有功德的呀，减得很厉害的，减业障减得很多。那这、啊、那是否多少人看到？只要你分享一份、你只要你开始一下，你要给人家的呀，你一个人分享怎么分享？分享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别人在一起呀、网络公修，公修吗师傅？当然了，算的了，网络当然算的，明白吗？那师傅比如今天我分享了一个人，那白话分享一个人的，不分享一个人分享了佛言佛语，也减两番业障，增一份智慧吗？想了一百个人，佛言佛语都一样。你越分享多，分数减的越多呀。很多人们为什么会消业障的呢？就不停的分享呀。我问你，你念经不停的不停的念经，不是不停的消业障吗？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是。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串联分享佛言佛语，对镜自修案例成功，使人受益，减五分业障，增三分智慧。这个嘛，实际上就是已经在救人了呀。怎么叫这个就是救人了呀？就现身说法是这样吗？是，就是现身说法呀，救人于苦海之中呀，这个功德还不大，很大了，明白了吗？下一个问题，互动答题记忆入八十田中2-3分智慧，互动答题，师傅您给大家开示一下怎么叫互动答题呢？师傅，互动答题是吧？互动答题就比方说你问、我说，我说你问，就是这样。比方说什么叫手剑，那么你就一边在讲，就是大家来讲了啊，手戒嘛必须怎么样，在你讲的时候提醒自己又提醒了别人了呀，然后呢你让他问你来回答，就是这样叫互动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明白了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每如理如法的参加一次学习，第一次功德莲花盛容一点，这个怎么叫如理如法的参加一次学？师傅您开示一下。如理如法嘛，很简单了。如理如法就是手洗洗干净，坐下来不要乱讲话，看看共修的男男女女，不要起邪念，然后对菩萨要尊敬，对白话佛法要认真，在自己讲自己的时候不能开玩笑，否则都会扣分的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听得懂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今天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，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如果以后不供小佛台，要换成供大佛台，
可以把小佛台的香炉用在大佛台上吗？再讲一遍。对不起，如果以后不供奉小佛台，要换成供大佛台，可以把小佛台的香炉用在大佛台上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哦，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师傅，开水果以前床的位置如果设佛台的话，要空出来3个月以上。同修家要设佛台了，选择的位置原来是客房的床，平时来客人住一下，一年住不了几次，从来都没有睡过夫妻，这个床已经很久没人睡了，但床搬开才1个星期，现在可以设佛台吗？你应该可以。哦，不一样的情况，不一样的对待的。哦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同修家小孩不愿意剪头发，每次都是趁他睡觉的时候家人给他剪，那么像这样睡着的剪头发有没有什么不妥？哦，不好，非常不好，倒霉的，叫鬼剃头啊。哦，这样的。开什么玩笑，他万一突然之间醒过来呢，你剪刀都弄到他头上了就麻烦了。哦，对，对，好的，神经啊，什么都想得出来呢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祖上杀业会影响后代，同修的父辈杀业咒，同修现在怀孕了，能否现在就为腹中的孩子念往生咒消业障，减少祖上杀业对腹中孩子的影响？一定会有影响，赶快念。那可以念往生咒。可以。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师傅在节目中开示，开岁菩萨也可以供奉在小佛台上，如果小佛台要供观世音菩萨和太岁菩萨，是每尊不能大于 A4 纸的大小，还是说两尊菩萨像合在一起不能大于 A4 纸的大小？是小佛台啊？对，小佛台。小佛台随缘吧，不要太大嘛就好了，没有、没有太大的讲究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同修觉得剪头发就是去烦恼，在现实理发的时候会一边想着舍下烦恼，一边念心经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同修之前用的香，它的那个香的味道太大，就想换无烟香。那香炉里以前的香灰要换掉吗？不要，没关系。哦，好的。那如果香炉下面还有小米的话，要换吗？香够了以后把小米要换掉，小米是零食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在来信解答中，有人问闰月可不可以搬家，师傅开示后面那个月的下半月搬家，想问如果新房装修也是这样选后面那个月的下半个月，是这样吗？都可以，闰月的前半个月是属于虚月呀，不真实。哦，虚月。那闰月就像我们中国人年龄一样的呀，虚岁呀，虚岁它是不准的呀，它要是说是说10岁的呀。哦，好的。那闰月是有选双日还是单日呢？应该闰月第二嘛是选双的呀，第一个嘛选单的呀。如果你在闰月的单第一个月的话，你应该选单日，那么第二个月选三日双日。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同修问，儿子离婚后另外又结婚，婚房能够设在原来结婚的那一间吗？还会离的，还会离的，虽然那个房间里还会吵架的。是气场。有气场问题。好的。最好嘛换换，实在不行嘛要打扫啊，油漆啊，重新弄。粉刷一下。要弄的嘞，家具什么全部不一样，要回到这个房间来，不认识是原来的房间。明白。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在观音堂，义工带领大家上头香的时候，领香的同修是不是只能为观音堂求可以度更多有缘众生，能不能求自己的事情？从道理上来讲，只能给大家求啊。但是如果你偶然的给自己家里人求求，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呀。好的。但是你今天是带着大家一起，那你就得最好是帮大家求呀。是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家里可以用金黄色的晾衣杆和衣架吗？可以用的话有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没问题。还有点油灯时，左手和右手用哪只手来打开油灯的盖子，哪只手点油灯比较好？都可以。
最好嘛，点油灯嘛，当然你是用右手了，除非你是左撇子。哦，对对，是的。啊，这个是随缘的呀，嗯、明白了吗、嗯？但是我问你，左手和右手哪只手干净啊？左手。左手干净，好。那我问你呀、啊，如果左手不洗，右手洗了，哪只手干净啊？右手，看情况。这就是大脑小脑筋急转弯了。师父就是告诉你，哪个左手干净还是右手干净，连哪只手洗得干净就是哪个手干净，听不懂啊？听懂了。嗯，感恩师父。有同修在佛台前读诵有关师父的念经开示或读礼佛大忏悔文时，都会有痰要吐出来，有时候会吐出黑色的东西，吐出来就舒服了。他就想问，这样的情况是属于消业障吗？还是他自己身体的问题？是真的消业障了，要当心啊！如果有黑色东西，要看的。首先呢，在念经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黑的东西？听得懂吗？吐出来的痰里边有黑的，那因为你忘记了嘛，吃进去的时候忘记的，它吐出来是生痰从里边吐出来。当然了，你说吐痰的话，那总是一种排泄吧，排泄总是一种机能的，这个我们说血液循环吧，机能的循环吧，这应该不是属于一件坏事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同修梦见有两个警察说他破坏公务，要去看守所待7天，他想问这是哪方面做的不如理不如法？再讲一遍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师傅，就是有同修梦到有两个警察说他破坏公务，要去看守所待7天，他想问是哪里不如理不如法？那佛台呀、啊，佛台不干净。哦，佛台。嗯，好的。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同修家的夫妻双修是全素清修，然后先生梦见师傅打着伞，把伞给先生，也没说什么话。请师傅解梦。师傅打着伞给他是吧？帮他帮他遮风挡雨啊！师傅在给他先生加持啊！他一定求师傅了呀。他本人求的嘛，师傅来帮他先生加持呀。嗯，好的。感恩师傅。同修现在正在求一件事，是一个小投资，梦到捡了一捆柴，请师傅解梦。小回报呀，小投资小回报呀。一捆柴是小回报。对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同修梦到用冷水洗头，当时感觉头有点冷，现实中同修怕冷，从来不用冷水洗头，请师傅解梦。不好啊，叫他头脑清醒一点呢。叫他现在头脑不要发热。冷水洗头。哎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。还有同修梦到点小房子的红点，点到红布上，而不是点到小房子上，小房子就在红布的旁边，然后换另外一个厚点的毯子布，把小房子和点小房子的红布盖住了一半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梦很简单了，你比方说你今天点小房子没点到点子上，那你这小房子有效果不啦？没点到上。好了。点上、没点上就是没效果，就是这现在的小房子的质量出问题了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同修问菩萨，自己的莲花在哪里？需要忏悔哪方面的业障？梦到去超市看到有两包莲藕，他买了一包。这个梦是说明他莲花在哪里？不好呀、一半呀、这还不懂啊？莲花在一半掉在上面的，就是两包莲藕，他买了一包。对呀、莲藕嘛就是莲花呀，他买了一袋，就说明他现在是莲花掉在一半呀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开示。今天的问题我就问到这里。好，好，再见。请师父保重身体。再见。师父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啊，你好，讲吧。师傅，我有几个问题，就是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经期那个雪崩嘛，一直在出血，然后人也很虚弱，就是很想睡觉，然后我就去看了中医，中医就说我气血不足，然后喝了中药，但是也没有停，
然后我又去看了西医，然后配了止血药，但是还没有停。就是我这个例假来了4个多月嘛，就等于天天就是在流血，然后那个图腾也很难打通。然后想，师傅帮我开示一下，因为我这段时间就会很容易就想不通，会很忧郁的。你知道，万一任何有这种，比方说像这种妇科病啊，是它都是灵性啊，很厉害的。你想想看，医生都看不了的病的话，那就是灵性病了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这方面是不是我，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讲给你听啊，一般的像这种情况发生的话，就是你上辈子在这个时候邪淫很厉害，你应该做到一些噩梦，像你在这个在一个月之前，你就应该做到一些噩梦了，就是说有人追你啊，或者有人在这个你的梦中啊，对你啊有一些不轨的行为啦，像这种梦应该做到，你当时就应该开始马上就念经了，比方说许个大愿啦，80多张小房子啦，可能你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情况了，你明白吧？好像是，明白了，师傅，好像我印象当中有的，好了，在那个在这个期间，我也有梦到过的，然后也有梦到过孩子。好啦，看见了吗？哼哼，这就是师傅在帮你看病了，就是讲给你听，你肯定在这段时间，你上辈子这段时间你有掉过孩子，或者你这辈子有超度掉过孩子没有超度掉，他只要到了时机缘成熟他就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感恩师父，你现在错了，现在你一定会好好忏悔的。对呀、你现在赶紧要赶紧要念经了，你像你这种事情你要求的，你要许愿才能求得停下来的，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医生啊，怎么吃药都吃不好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的。那个师傅，还有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嘛，因为这个病，然后就是人比较忧郁的时候，我有曾经做过一个梦，就是梦到师傅在梦中教别人在打坐，然后就说了一个方法的要领，但是我醒来呢忘记了。那快醒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师傅说我现在每天可以就是打坐5分钟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叫你要定心定下来呀，叫你要打通经络了呀，你现在经络不通，所以你才妇科这么再停不下来的呀。傻姑娘，你每天可以打坐5分钟了，但是打坐的时候脑子一定要干净，还有啊不能着凉，还有啊自己不能吃任何凉的东西。好的。师傅，我现在是不是鸡蛋也不太能吃了？你还吃啊？怪不得的，不能吃了。你现在鸡蛋不能吃了，你最好补充蛋白质。补充蛋白质的话，你现在多吃一点那种豆腐啊、豆制品啊，它有这个植物蛋白质在里面的呀。豆制品啊，黄豆啊，豆类啊，听得懂吗？还有啊，自己不要想的太多。你因为越想的多的话，你就会让那些过去曾经你伤害过别人的人来不停地找你，包括你打胎的孩子，他只要他不管的，你把他打死了，他就一直问你要债啊，你明白吗？你到后来人会虚脱的，你整天不干净流血的话，你知道你人会虚脱的，浑身无力啊，傻姑娘。是的，最近就是一直这个情况，稍微在家里动一动的话，然后人马上就感觉就非常的累。对呀、很想睡觉。因为你要知道血啊，血它是一种机能，你可以排出污血，但是你不能把正常的好的血也流掉的呀，明白了吗？你自己要懂啊。两个平时躺在床，平时坐的时候两个脚尽量不要放在地板上，放在地板上脚水会水肿的，你要把脚要随时随地坐在那就把脚翘起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的，师傅。还有我以前对的，如果不是师傅，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懂不明白为什么。对呀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你现在热，你有时候要不能太凉，
你比方说用暖水袋啊，在脚底心啊，在这个经常搓揉一下，然后要用暖水袋捂捂你的脚底心，像涌泉穴啊这种都可以让你畅通啊经络，畅通经络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舒缓啊，舒缓经络的那些不好的细胞的留存，否则的细胞它乱跑乱跑乱窜的。你比方说你的情绪为什么会破坏你的大脑细胞层？情绪一不好，发神经了，发神经嘛就大脑细胞层被它紊乱了呀。嗯，明白吗？嗯，是的，好的。那师傅，这个是在睡前做呢，还是平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？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，明白了吗？哎。哦。明白了，好的。师傅，我那个就是以前就是刚领结婚证的当天嘛，然后就感觉我先生的这个业障跑到我身上来了。这个是都是这样子，是普遍现象还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？你的是你的，你帮你先生背了。你知道吗？过去啊，过去有好几种现象。一个人从小生出来，人家给他算命，命很好，结果结了婚之后，两个人叫合八字。一个人的八字不代表你的一生命运。嗯，当你结了婚跟一个男的合八字之后，你的命运会改变的。有的女的是帮扶运啊，这个男的特别好，结了婚之后这个男的特别好，这个男的在过去算命的一生潦倒，结果呢找这个女的很好，两个人一合八字，这个男的一下子穿起来了，生意好了，各方面都好起来，这叫有合八字之后。像你这种一结婚之后，你就感觉到你老公的身上的灵性到你身上来了，那你还不是帮他在背呀？就是他身上的魔性到你身上来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嗯，是的。然后我现在我先生的脾气就是，因为我也坚持给他念经嘛，每天有念21遍，那个心经，还有解结咒。他不相信是吧？他不相信。就感觉他的脾气是越来越好了。他相信不相信？我有时候会就是控制不住。他相信不相信啊？嗯，他现在也相信，然后他现在也经常让我去放生。刚刚相信嘛，就是因为你付出的代价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你已经付出代价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喂。嗯，明白了。啊。这个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你已经付出了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。嗯。就是有时候会听到师父说让某些弟子许愿清修，那是不是师父看到了有些弟子身上有邪淫的业障，只要通过许愿清修才能消除，还是说师父看到了他们的根基？都有可能的，两种情况都有的。做不到不要去许愿，做不到许愿再做不到更糟糕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听懂了。嗯，好的。那师傅，因为我现在这个事业也是不太好嘛。肯定的。那就是事业运跟事业跟身体永远绑在一起的。你去看一个人身体不好的人，事业运不会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那因为我今年也是33岁的一个官嘛，就是说真的要当心。我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妇科的这个是不是在过这个关，还是说我后面还会有关？就是这个关了。我现在我真的是刚刚给你看到了，随便看的，我没有意帮你去看。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个鬼啊，很厉害的，而且像那需要多少小房子？有点像人家老顽童一样。哦，听得到吗？赶快给他念掉啊！听得到，师傅。63张。那大概要多少小方？63张。63张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许愿。是给我就是我给我自己的药精者对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好的。好的，师傅。那个师傅，你能不能再骂骂我说我几句？你们这个人，不要讲其他的。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的，你自己有多少能力，你做多少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你自己没能力，你就不要去帮助别人，你帮不了的，明白吗？嗯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好的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跟我记住了，
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很多事情要量力而为的，量力而行的，没有自己的能力不要去做，对不对啊？你每一个人自己要有这个能力才能做这个事情的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去嫁给你老公之后，你帮他背业，你嫁给他是嫁给他啊，你帮他背，你不一定你背得起他。哦，听懂了，师傅。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好吧。听懂了，师傅。嗯嗯。嗯。好了。好的，师傅。嗯。哦，那嗯，好的，那个，感恩师傅，嗯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，谢谢师傅。哦，我。好。那就这样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啊。啊，请讲。师傅弟子给你请安，弟子想给你解一个梦，啊、就是我不久前去年啊，我一个外甥女子女已经往生了，我梦到她好像在梦里，师傅给她看图腾说，我们已经帮她念了。几百张小房子了，师傅好像跟我讲说他已经不用再念了。然后他的表姐梦到他在梦里有拿到一个很大的果子啊，那水果拿到西瓜那么大，他抱住一个西瓜，很开心的在那里笑。请问师傅帮我解梦一下，是不是他已经超出六道啊？那时候师傅有讲说，曾经看过图腾，这个孩子14岁往生的。然后那时是他睡觉睡梦中往生，然后呢他是给一个仙女带走的，请师傅帮我解一下，感恩。很简单啦，如果是真的这样嘛，肯定是这样的呀，给他做梦看到的就是他当时曾经的情况呀。就是说他已经超脱六道了吗？不一定的，仙女带走的话可能在天道也有可能的呀。当时是在天道往生的时候啦，师父看图腾说他在天道。是啊。然后之后我们就念了很多小房子，然后就梦到师父跟我讲他看图腾说他已经不用再念了。当时师父有讲说叫我们再帮他念一点，可能有机会超脱六道。当时师父是这样跟我讲。那就要看图腾了呀。现在你念了之后，哦、你不我也不知道，我要看图腾才知道的呀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还有那个好像我们同时有梦到啦，就是说解梦一下那个很多师兄有在一个地方准备携驾飞机，这样是什么意思呢？准备什么飞机啊？携驾飞机啊，驾那个飞机啊，学驾驶飞机。对，学驾驶飞机那是好事情啊，因为坐飞机都是往上跑呀，往上跑都是好的呀。哦，就是只是说你正在努力呀。嗯。哦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一个梦就是我去年是369嘛，然后我就就很辛苦啦，就是很煎熬的过啦，就是念经也念不动，然后就是一个结我自己知道啦，我已经念了180多张这样的小房子。然后我就一个梦到我在梦里是给老虎追的，我大概知道好像那个结很严重啦，不好对，不在给老虎追，我梦到知道在老虎追。然后我就在梦里一直念大悲咒，求菩萨保佑我能够过这个关啦、啊。然后我就拿一个布盖住，那个老虎没有看到我啦，然后就过了啦。不懂、这个是我的劫过了吗？啊，那就是你可以过这个劫。哦，好，你可以过这个劫，并不代表你能过得去，明白吗？就是说我的、这个、老虎没看见你，你还是有危险的呀。哦，对，在梦里我一直在念大悲咒求菩萨保佑我、那就是应该暂时过得去吧。嗯。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师父、请保重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拜拜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父好。你好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弟子给师父请安。弟子帮同修问几个梦境的问题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同修梦见她老公把别人杀了，还用火烧了。同修在梦里非常担心，怕老公会被抓起来。现实生活中，同修的老公对菩萨非常诚心，也念经念小房子，但是因为工作忙不精进。今年她老公逢369的节，请师父解梦。这还不知道啊，她老公本来有个大节的，就是因为她现在很清静，一直在念经，所以这个节应该给她过了。哦，是过了啊。那他还需要小房子吗？要。嗯，大概多少张？不知道，至少49张吧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梦见一个数字38670，好像是要带老公一起去一家银行取钱。梦里感觉自己一直有5万块存在那个银行，那个银行是一个很好的银行，同修似乎还认识那个银行的老板娘。同修是白血病，现在在医院治疗，请问师父，这个梦境他要怎么许愿念小房子？要还很多债啊。要还很多债啊，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债还没有打开呢，人家说了，人家说这个债还没有还完呢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就是继续要念小房子。对，那他密码里边有很多欠人家的东西呢。好，他现实生活中梦醒后的当天上午，他的婆婆就要把他养老的5万块拿给同修治病，但是同修没有收，这个有关系吗？也有关系的，这个就是跟现实差不多了，因为价格都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在梦里看到另外一个师兄的牙齿全部没有了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牙齿全部没有了，亲戚朋友感情都没了，他有麻烦了。那要多念姐姐咒对吧？对。好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梦到一片宽广的草原，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，然后走过去看到很多山，山上都在造观音庙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他要过了一段劫，他才能进步，才能好。他现在有一段劫，这段劫就是像他梦中一样，要看到后面造庙的话，就是他才会有功德。他现在是在弥补他自己过去的那种失误啊、缺德啊那种事情。那他这段时间他老公刚好就是业障病爆发，就是很不好。对呀、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关系。绝对100%有关系的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梦到拿着一个票去赶车，站在那里不知道往哪里走，一个工作人员叫他，看了他的票说，你如果不是从那里来的就不让上车。同修说是那里来的，工作人员说，那你为什么才来啊？同修说，因为我笨啊，愚痴啊。工作人员对他说，你得以180码的速度去赶啊，时间不够了，请师父慈悲解。这还不知道啊，天上下来的呀，不好好修呀，时间不够了，他现在自己可能寿命缩短了呀。很多人从天上下来成愿再来救人，到了人间吃喝玩乐浪费时间，到最后嘛，时间不够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明白。好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连续2天在梦里念往生咒醒来。同修学佛前做了很多年的杀生的生意，他公公也是做了很多年杀生的生意，是不是提示他要多念往生咒？100%的。那他可以许愿念10万遍往生咒？可以，要的。不要的话，你看他得恶病了、像这种有杀生的人，晚年都是恶病。那一般就是如果有杀业重的这些同修，他们都可以去10万遍去许愿嘛，至少都可以。至少。好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现实生活中同修带了很多年的护身符，前段时间掉在卫生间的地上。
但是马上捡起来了，又念了礼佛。然后前段时间同修就梦见自己的护身符在马桶里被水冲走了，后来护身符又用卫生纸包着从马桶里涌出来了。啊，不能用了，不能用了，这个梦就告诉他不能用了。嗯嗯，好，脏了脏了脏了。嗯，感恩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梦见老公花9万块买了一套房子，现实生活中同修老公信佛没念经，同修也没有帮老公念经，请师父解梦。喂，师父，现实当中什么没听懂啊？嗯，啊，对不起师父，就是现实生活中她的老公信佛但是没有念经，同修也没有帮她老公念经，啊，但是就梦到她老公花9万块买了一套房子。哦，这个还不明白，这个就是说他现在以后会信佛的呀。嗯，他现在以后把9万块的房子，就是小房子，如果把它念掉的话，他现在就会好起来了。嗯，所以不修心的人很可怜。嗯嗯，那多少小房子需要？不知道，900张至少的。嗯，哦，好好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最近梦见奶奶在半夜走进他的房间转了一圈，同修叫他，问他烧的小房子收到了没有，奶奶都没理他。现实生活中梦见奶奶的时间是他忌日的前几天，师父看过图腾说在御界天的，请师父慈悲解啊。他下来拿小房子了，不开心，哦，没拿到。嗯，哦，没拿到，他念的小房子有问题。嗯嗯，好的好。就跟奶奶的原来的名字要稍微对一下，名字已经有出错了。哦，嗯。哦，名字要检查一下。嗯，好好的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梦见亡人拿着他自己念的自存小房子，准备写字进证去烧。现实中他往生前，家人大量给他念经放生许愿，但自己不信，请师父解梦。自己烧那是他以后呀，一定会自己烧小房子的。就是亡人，就是已经亡人自己烧啊，那来抢啊，来拿了。嗯，哦，嗯，但之前师傅看到是在御界天。嗯，在御界天的话他还是需要小房子的呀。嗯，你小房子烧给御界天的人还是有用的呀。 嗯， 嗯，好，那超出六道了嘛就没有用了。 嗯对。嗯，大概还需要多少呢？不知道，要看图腾的呀。嗯，好的好。嗯，感恩师父。下一个问题，梦见借到同，对不起师父，同修梦见借给同修自行车，但车胎爆了，因为他想留在当地，所以去修理要20元，后来做梦人父亲同意修理，就只要5元，感觉省钱了，很开心。现实中梦里的同修在求留在当地的事情，请师父解梦。留在当地的事情是吧？对。他做梦做到他什么自行车剩着什么钱啊？就是说他车胎爆了，然后要去修，本来是20元，啊，后来就捡到了只需要5元钱。啊，那成功了。嗯。哦，成功了。那还需要小房子吗？要。嗯，好的。那这个5元钱是代表没什么，再补一补就可以了，再加紧一点，再念一点小房子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感恩师父。好了，最后一个问题了，给你。嗯嗯，弟子的问题问完了，感恩师父。嗯，你要记住啊，你以后要改变你说话的声音啊。哦，好的。你说话的声音哭腔啊，会倒霉的。哦，好的，知道了。你像苦瓜苦菜瓜一样的。嗯，但弟子有的时候好像有鼻炎的问题。不是鼻炎的问题啊，讲话声音啊，喉咙里的问题啊。哦，没底气啊。嗯，好。我不谢谢你自己要讲话，你看像师父这种中气足不啦？嗯，对不起师父，弟子忏悔。哎，像哭腔一样，你会倒霉的。嗯，好的。听不懂啊？嗯嗯，弟子一定改。好好的念经的时候用气念经啊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师父。好了好了，感恩师父。
同学们自己也想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，请师傅多多保重身体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师傅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